跟你确认一下啊，就是服装那边说那个明天那个郑凯，就是他也是私服出场，然后到那个会展换那个间，不是他的那个权力房间那个衣服啊，啊，是这样吧？是的呀，都是进去换，所有人都私服，让所有人都换。然后他们相当于换衣服的那个时间或者是空间给他间隔开，让他们不要见面，是吧？可以不见面，对，就是。肯定不能见面，因为见面了他见面了肯定是话就说完了。行了，可以啊。我发型，我得这一打住好久。我也是。这个年纪弄成这样不容易啊！哎呀妈呀！我们还在一起吗？在。我们今天能不要分开吗？我也来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迎接澳门回归20周年，就这么待遇，就给我们这样的待遇吗？那我们是要分开了吗？起步就分开了？啊？对呀，微博开始营业了，他们已经在分析了。这个过程大概多久啊？到下一个环节再看吧，看看网友们分析的咋样。我们现在所设计太歪就会被骂，设计的不歪比较正，网友又很容易分析出来，特别难做。就是下一趴就能看出来设计的好不好。设计的差，那我就要失业了。行了。拜拜，下一个场景见。总体的那个分析的情况，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意料，就是跟我们估计的差不多。然后也有特别聪明的网友发出来大概5到10分钟的时候，就真的分析到了正确的答案。就是微博互动有预想的结果，是差不多。那个大家都满载状态。然后结果也还行，只不过最后没有直播了，没有直播，对，挺好的，一切都在比预想的还好一点。他是当期编剧，对，这是我们那个当期编剧，也是我们编剧组的颜值担当。天哪，我现在的功夫特辑也是他做的，新人在大哥的帮助下我上了这个三星。现在微博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网友根据最新的资料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线索分析参考，其中一个数字是2525，在26个字母当中，25应该是 Y， 两个 Y 应该是阳影。大家说2525在以前我们九宫格的输入法里边代表的是 CL， 反过来 LC 是里程。2525，大家觉得这很像一种动物的叫声，嗷嗷，大家觉得是哈士奇的叫声，所以觉得呢是朱亚的，最坚强。是的呀，他抓的时候，我第一次对镜头说完了，完了，完了。